我昨晚发咗个梦啊。咩梦啊？哎呀，系咪中国梦呢？中你个头啊！我梦见啊，有道政改咨询大门啊。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佢入得嚟就一定要跪低，即系同意我哋提委会机构提名，帮佢筛选啦。南柯长梦，梦去不知所踪。爸爸，万一个梦是真的咁点算啊？如果佢哋当我是老衬呢？妈咪啊，厨房仲有冇鸡蛋啊？哎呀，最老得番茄啫，番茄都得。爸爸，我有卢母咩啊？师姑话喎，政改咧就唔可以一次嘅有大改变，如果唔系就好似新机场咁，一般就乱晒龙咯。师姑一向都有一铺分开处理嘅人啦，所以当年唔告胡先，可能都系谂住分阶段，迟啲先告咯。传说中咧，当年电台续牌 ，CY 都谂住分阶段三年续牌一次噶，加阵电视发牌咧就发住两个先，所以师姑系好清楚特首嘅脾性，有铺分阶段嘅人嘅。政府埋班都系分阶段逐步埋噶啦，辞下职，求下职。咁啊，等到依家請埋三個字落，咁咪最齊腳嘅一屆咯。如果乜都要分階段，咁擴建堆填區就唔好一次過搞曬三個咯，逐個區逐個垃圾桶搬，咁先穩準嘛。哦，師姑係咪忘記咗咧？即係新機場雖然開幕第一二日好混亂，但跟住越做越好，國際排名好高喎。如果政改似機場，咁我諗咧，只係亂一兩日嘅啫，市民一定可以忍到噶。反正回歸之後，亂足十六年，忍足你十六年啊！在这变幻的市镇，半粒花生也可当真金，空埋就有老衬，会信我信到晕。真心诚意，希望能够向住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呢个目标咧嚟到去迈进。做呢次咨询，特别系乜嘢划地为牢或者附加啲任何嘅僭建，完全唔系咁嘅意思。亦都系欢迎大家俾意见嘅。但我判别光与暗，看得清楚永不会失真，去明辨对与错，有智勇有信心，是需要循住呢啲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会嘅决定为基础。呢一个政改就一定系一个假咨询。点解我哋要设一个人数上限呢？若光明可能喺文字上边啊，可以系冇上限嘅。但係亦都可以係有上限嘅，已經有曬框框嚇，已經講明又話要機構提名，又話要若干候選人，咁全部成單嘢都係篩選。篩選呢個字咧，冇喺基本法裏邊用過。正義長存，心中像一個人，一人一票選特首，還我真心選，公民提名。若朝話有三腳凳，但中假會變真。有商有量。喂，笑咩啊？笑你咯。笑我做咩？真真假假真，假假真真真。今次普選咧，希望個變動唔好太大咧，係咁嘅理由。如果咁多嘢一齊改嘅時候咧，我舉個例就係1998年，我哋搬機場嘅時候。好多樣嘢都係同一嘅時候嚟到改變咧，就會引起好大嘅混亂。師傅，我哋終於都嚟到一個洞天福地水簾洞啦！師傅啊，嗱，你話咧呢一隻路不可説。師傅，你話呢一隻冇？
都話不可説啦，呢只神獸只可以掉，不可以説噶。師傅啱曬啦，因為徒弟咧曾經喺呢個南非咧學過三幾個月嘅手語嘅，我哋可以做手語嚟代替佢。你用呢個手語嚟代表呢只神獸？喂，你呢款係精神分裂啫噃。師傅，我有話過佢係正常咩？你諗下，師奶本來啊，連掟雞蛋都係要嚴肅處理噶嘛。好咯，掟完呢只嘢之後咧。突然間啊，變到寬宏大量，好幽默咁樣，仲要同佢合照，你話仲唔係精神分裂？唔通啊！呢輪真係有好多人咧，假冒手語傳譯，周圍當權威去解話嘅，淨係一句八九不離十啫嘛，已經有唔同嘅手語翻譯員出嚟做手勢啦，個個意思都唔同嘅。師傅啊，其實八九不離十嘅意思會唔會係話 CY 嘅任期咧最多會做到八年或者九年，不過一定做唔足十年？哇，唔係啊嘛，佢仲有機會連任，咁即係要做嗰手勢啦。冇，師傅，你話咧，究竟係掟呢一隻咧盧姆西個威力大啲啊，定係掟呢個汽油彈咧？唔好，汽油彈咧就聲大大，得個樣，但一淋水就變成温馨提示啦，唔持久㗎。咁但係呢只狼公仔軟淋淋，咁啊仲弱。咁你錯啦，呢只公仔咧，即係令到我中土兒女連唔識廣東話都非常齊心掃貨。一日未得投票嘅話咧，一日都會投擲呢只狼啊！師傅，呢只狼最近改咗名，變成盧福西。其實一樣可以玩到嗰啲諧音嘅啫。咁點解唔索性連個西字都改埋佢咧？唔得，個西字係重中之重。盧福西政改之路一定要有西環祝福，一定要有西選。嗰、那個西字係唔可以改噶。请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区区小事，又何必上夜大驾亲临呢？军心不稳，上夜发急啦。你呢度呢系直接啊，零距离咁样听大家嘅意见。嗰啲老爷们食咗朝廷嘅俸禄，冇事就揾我哋嚟开心。梁振英先生做定伟人噶啦。而家我哋嘅领导班子系踏踏实实做事嘅。都系咧，我七百十万人嘅大家庭，家庭成员心里面嘅说话。雞蛋碰不過石頭噶！我強烈譴責剛才依位人士用暴力嘅手段，我會依法追究。人生處於亂世，百年叫令得龍。其實個醫生都叫我唔好食咁多蛋。我走啦。曾司長，可唔可以講下咧？你而家身體狀況點，同埋當時係？我不認為曾司長這時候應該講他個人感受，因為是警方是會警方是會跟進這件事的。欺負智慧痴，狼公仔都出一份力，你呢？特首落區諮詢，令狼公仔賣斷市。狼公仔助學行動，多謝 CY， 令更多細路仔有書讀。冇啊！冇走啊！想留住 Google 冇走得。就要靠特區留住商家的因素，地價要平，政府著緊，減少干預，
特區留住商家的因素，慳出未來好生活。啊 ，B B 你好浪漫啊！喂，開少兩支燈，慳翻啲電費啊嘛！使乜啫 ？LED 燈比烏絲燈膽慳成八成電力，年中啊慳唔少，夠曬我哋食燭光晚餐咯。仲食乜嘢啊？慳慳埋埋都唔夠中電啊！遲啲加啲電費啦。2017年啊，仲貴過對面海添啊！加價資料由貴電帶俾你。唉，多謝大家收睇《美美有請》，真係久別重逢。今天教大家做一隻咧全城轟動的牛肉乾。牛肉乾是不是很貴啊？不貴，320就做到了。有人不吃牛菇噃，會不會不喜歡吃啊？錯，你叫一聲牛肉乾啊！哇，啲職業司機啊，個個衝出去食緊碟飯都不吃，係要牛肉乾啊！牛肉乾喺邊啊？咁有人話咧，牛肉乾使唔使加辣呢？加辣就貴啲嘅啦，加到450嘅啦，你都話唔得，加到640喎。哎呀，64咁慘，冇陰功啊，唔好。嗱，我妹姐咧就教大家做牛肉乾。嗱，我妹姐教大家牛肉乾咧，你梗係話係咪又係雞汁牛肉乾啊？你估我唔到，今次教大家用蜜汁牛肉乾，蜜汁牛肉乾320蜜汁。蜜汁牛肉乾先至好赞啊！小明又上电视啦，小明同你讲嘢啦。哎，好多家长话近期啲小朋友咧，唔知点解好中意掉嘢喎，唔知学边个。哎，叫佢哋睇少啲电视咪得啦。掉嘢唔系唔好嘅，可以咧练到手力啦，仲可以练到眼界啊，身心合一噶。不过掉嘢嘅时候要注意。不要掉啲硬嘢，要掉啲软嘢，咪引亲自己噶嘛。啊，要掉啲容易清洁嘅嘢，生蛋就唔好啦，熟蛋就好啲，汽油蛋啊更加好难清理噶嘛。嗱，掉佢就 OK 啦。不过掉嘅时候咧，要注意发音喎。你系掉阿郎，你唔好掉阿亮，咁人哋就话你讲不雅语言噶啦。所以掉嘅时候早讲佢嗰个瑞典名 ，Lufsig。Lufsig 啊，咁咧學多句外語啊嘛。春秋戰國時候，諸子百家並起，有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莊子。不過佢哋最尊重嘅就係次子。子曰：一日可以不讀老子，但不能沒有次子。不過黃國興議員就話：啊，坊間公子啲廁紙咧，又粗又鞋又黑又灰，要同佢保持兩尺距離，都唔知道有冇帶菌啊！嗱，呢啲就外貌歧視啦，即係好似我老友阿墨子咁，外表黑實實、污糟邋遢，你都不能話佢係帶菌噶嘛。不過佢最唔中意嘅就係政府總部嗰啲廁紙又白又滑又軟又綿，不同於坊間一般公廁啲草紙。啊，黃議員，你有所不知啦，政府總部啲廁紙係咪啲官用噶嘛？嗰啲係官紙，正所謂官字啊兩個口，用嚟清潔完之後咧，順便可以用嚟抹嘴噶嘛。一日講咁多嘢會漏水噶嘛？喂，我忍你好耐啦，我講咁耐，你側邊揈手揈腳就揈咁耐。手語我就唔識嘅，但係佢位置我知道擺喺邊噶嘛，因為你企喺側邊搶曬鏡嘅咧，擺翻落下面啦，左下角嗰度啊，唉，拜拜啦。咁佢唔加咪好咯，大家都好啦，香港島嘅朋友都開心啦，咁啊皆大歡喜。最好唔好加價啦，加完就加。根本中電嘅都唔使蝕本嘅。我哋啲小市民無奈地，樣樣都話要加，啊，但係生意唔會增長嘅，依家嚟計，總之就好難做啦。
我哋係盡力去把關，減低嗰個加幅。長唔好講嗰啲啦，你俾佢加到 3.9， 佢已經係賺到盡又盡啦，點可以俾佢加到 3.9 咧？冇補充，唔該。我相信管制計劃是對中電是有三個要求，是在三個要求之下，包括是我們的電價的合理性，在我們的環保的表現，以及在我們的可靠的安全度，是有一個很高的要求。我相信我們已經解答了這個問題，謝謝大家。喂，江湖傳聞呢，北韓金正恩的姑丈張成澤呢，不是被機關槍槍決的，而是犬決的。什麼犬決啊？江湖傳聞啊，金正恩找了120隻餓了成3日3夜的東北獵犬，再放張成澤一干人等進去，任由餓犬咬他，咬到1小時才死啊。那就叫犬決了。是啊，張成澤的罪名是奪權，推翻金氏王朝，判決書說他是人類的渣子，連狗都不如啊。喂，咁阿爺對我哋香港都算幾好噶咯，佢最多都係話咧，嗰啲想爭取普選嘅人係漢奸同埋別有用心，咁都總算係一個人啦。其實犬決有咩可怕啫？我哋香港人最怕嘅咧就係短缺啊！乜嘢短缺？嗱，乜嘢都短缺啦，學位又短缺，住屋又短缺，最近連奶粉都短缺。局長咧叫人聖誕入訂貨啦，你犬缺都係咬一個鐘啫，短缺啊，成世噶。咁其實短缺都唔係最可怕啦。狼缺才得人驚啊！嗰只餓咗 N 屆的狼咧，係咁嚼我哋，都仲要唔知嚼幾耐啊！大量狂拆，唔係養田就馬多狼，不你不狼緊，怕及親啊！偷人。鐵著渴，像步上絕地，城鎮摧毀都不理。骨头路成就我不咬不自退后便无味。泰国而家呢个局势主要原因咧，都系关乎于希望特赦翻前总理啦。当然，实际上最大问题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如果前总理本身其实即系有好多嘅一啲可能系贪腐嘅罪案同佢有关，而贸然透过一个特赦令去到将佢以前所犯嘅罪过一笔勾销啦，所以都激起咗部分泰国人嘅反感咧，而特别系城市嗰一扎咁而上街咧，去到反对政府嗰个决定。时代那势力从未懂自卑，反正都会死，从来未退离，撤离再没人未怕死。人民議會咧，就真係有點疑似香港嘅一個即係功能組別啊。咁最主要都係透過一啲可能係專業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即係。集中翻一啲即係既得利益者啦，設計嘅一個政治制度。咁最主要目的都希望保障翻嗰個所謂政治均衡參與咧，即係好多時都會覺得即係唔好俾即係人民單憑佢選票選咗一個領導，咁然之後上到去咧，淨係關顧翻即係一班大家層利益。萬大事，你盡信命運，沉着開火不守陣。想到亲我的和维护爱人有人变混我下半生。泰国政都好大特色，就是话佢一个人际关系很紧密的部分，所以有一个取向，佢只系巩固翻现有支持者的拥戴。如果你发现到而家现政权基本上佢只是透过可能系蛇斋饼种啊，透过贿选啊嚟到巩固翻低下阶层农民啊，例如提高翻嗰个即系农产品嘅嗰个收购价嚟到巩固佢支持，而忽略咗城市里边一啲中产阶层啊，或者一啲可能工商派利益嘅话咧，咁有可能会出现到一个失衡嘅局面啦，而导致到今日泰国嘅政局系有不稳嘅情况嘅。喜欢每日怨命抱头流泪吗？怨下去还是看天下？无退路，以我有意靠你友情来去吗？别再问谁人虚假，豁出心态想要战场，牺牲一切也由他。
ตอนนี้รู้จะถอยอย่างไรแล้วนะคะก็ขอความเป็นธรรมด้วย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日伴我又有如人，做大事要向无退路，以我有意靠你，有情才有气，乱世下顽强不死，大信的我会变更强，翻身只有这时机。泰国和东南亚的民主国家都相似，咁好多時就係話佢民主制度冇鞏固到啦。咁第二樣嘢咧，其實即係民主制度咧，亦都係伴隨住可能係法治啊，或者甚至係依一個制度化。但係好可惜，可能個人嘅影響啊，或者係某一啲社會政治利益集團影響咧，係成為咗破壞民主化成個過程嘅一個好重要因素。跟住落嚟系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3提名列席。喺头条新闻可以睇港台电视31，阿 May 姐都唔敢落鸡汁。